咱们今天是茅台配硬菜，这个是黄鱼、红皮虾，这个要生吃的，把这些都解掉。还有这个是梭子蟹，我们现在准备一个酱料。洋葱、蒜、姜、辣椒、香菜，要用酒泡一下，盐加进去，再来点鸡精、酱油，再把这个八爪鱼拿来洗洗，这颜色不一样的八爪鱼，还有这个是红皮虾、小黄鱼。今天呢，我就不是我来煮熟了，因为这个我也不会做。梭子蟹。黄，这个颜色深海的。嗨。哦，好，妈妈在做菜啊，你自己玩去啊。一天就抱着小棉被。哦，好好，听到了，去玩吧。再见，再见。去吧。椰生虾，用酒椰的，我感觉一会儿吃的会不会醉啊？再来点酒。刚才倒了一点这个53度的茅台进去了，我想一下，第一次喝茅台就是吃的这个虾配这个茅台，那我看这个八爪鱼要过一下水。这个八爪鱼好大，这过了水之后还是这么大，以前我买过。再加点水，蚝油。现在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出锅。咱们的烧黄鱼好了，接一下那个蟹，搞点盐，咱们再锅，裹点蛋清，裹点蛋清它就不会散掉。我看这个它是用小火来拌拌这个海鲜鱼的边，好，现在是把这个年糕下进去了，一点糖，糖是少不了，提鲜是吧？对，其实也不是为了甜，就为了提鲜。
这样就好了。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菜了，深海梭子蟹，丝瓜豆腐梭子蟹汤。这全部弄好了，这个是八爪鱼、黄鱼、骨头汤，这是炒米饭，来碗米饭。这个虾生吃虾呢，是刚才放冰箱蟹拿出来了。哎，茅台整起来。有硬菜肯定要整。咱们今天是茅台配海鲜，很感谢小猪能有这么丰富的菜。你是在试菜是吧？一个个先试过去。对呀、啊。肯定好吃，是吧？等你试完就要把酒倒起来了，还是等米饭先吃一点再喝。我先试菜，不然我怕我喝酒了之后你就快醉了，没得菜。毕竟以前没喝过茅台。不要干杯似的，不要干杯似的，你自己看啊，我给你看，看你看是吧？来，这个是和大家干一杯茅台酒，干杯！这是什么味道？太香了！别搞酒，别搞酒，一天不要想着喝酒，省得一天天想着喝酒。哎，坐。这个再一点芥末，哎，轻一点，别再了，你再一点这个。你刚才几秒钟拉出眼泪？嘿嘿，三秒，我感觉这个芥末比酒还要冲，酒好喝一点，鼓起勇气。铁铃盖又被掀开了。对。要是感冒，那个鼻子不通气的话，这样一吃嘴里通气。再来点红酒。你晚上厉害了嘛？从白的喝到啤的，再喝到红的。我先试一点点，这个没事。可以啊。再倒一点点，少了。茅台喝了两杯，然后啤酒喝了一杯，红酒现在是红酒，一点一点来不及。摇晃摇晃，这不是说喜酒吗？我摇晃的红酒杯，混合着喝会不会容易醉一点？会呀、啊。哎，那就醉吧、哦。不会不会，你喝吧。对的，相信我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要是一会我醉了，你帮铁石头喂点奶睡觉。在你醉之前把碗洗一洗。你不怕我把碗打碎了？不怕。行，那就行。要再喝一点，你再来一点吧。啊，你喝吧。手有点发抖了。好，行了，这就得了。慢点。来，这些。这是生腌虾，开始这个虾我以为是熟了，其实它就是红皮虾，就是这个颜色。
深一点，我慢慢喝，不急嘛。再来点芥末。嗯，不错。有粗细吧？嗯。啊，这个太大了。绿了吗？有绿了，有点点绿。哦，你不要抢啊！不能，你不能要，来我要我要啊！这个指令妈妈吃，你不能吃。嗯，哦，干嘛哦？怎么啦？你要去哪里？妈妈起不来了，不起，不起来。你坐好这里得了，我起来我快。